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anle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尝试一个新的挑战，就是除了自己写歌来唱之外呢，还要拍一支比较好看的 MV。那么这一次呢，除了平时有合作关的一个 YouTuber 呢 Gary 呢，我还找了一位朋友他叫 YK。他来帮我们拍这个 MV 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来到这个孤林的 Stadium 这里来看看，然后来取景一下，来拍看有没有适合的。那么等下我们会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开始拍。OK， 准备就绪。我的概念是前面是一个一个 ，Go Chorus 那边才两个的，其实我的概念哦。原本是那种一个是两个，不是我是两个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象的画面是。你要讲。这个我觉得是拿来穿插啊、反正挺好啊。等下我们去拍我要的那个 view 穿插的。太远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跟是没有电了，有电了哈，不是没有电，不能连太远。哈，现在换我垃圾了，哼哼。Hello。唉，心累累。让我们的 YK 上镜一下，我们摄影师。Yeah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某一个地方的天桥。这天桥。分析，不认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testing看这边的画面是怎样了，然后看看拍出来的那个效果。如果好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在天桥上面拍啊。有人后面有人在这里是小亮的，你这边是小亮的，尴尬的，你这边是小亮的，什么东西？你的身份能调亮的，等等，我会很尴尬，很多人看着我。尴尬癌，我们去买东西，有时候看到你这样哦，你直接叫我们进来啊，那效果更好。我们能不能去买东西？
上半段已经拍完，到下半段晚上见你，下半场见，拜。Hello，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另一个场地，这个场地是有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选择了一个空地来拍，不知道拍出来的那一个效果如何呢？不要剪进去啊！不要剪进去啊！够敞亮啊！你眼睛给盲了。专业专业。哦。我就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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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，我的爱你。我就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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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我天上的星星。我就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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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我的水，我的阳光，我的空气。我就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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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唯一。就是爱你，就是爱你。当我们在一起就很开心，当你不开心我就会关心，都会习惯，我会习惯。你的坏脾气我也不接受，吵架装配合着的人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我也来这里。你要这样啊你？你来一个。你的坏习惯我会习惯，你的坏脾气我也会接纳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只要能互相谦让，爱就更加升温。前女你的坏脾气好，我们帮古林打广告。Welcome toCooling， 你的坏习惯不会洗，会比较暗嘛？为什么我这边看红红啊？我脸 ，red color， 你看你的脸，来 ，red color， 来，这一次换一个感觉，我做你有没有？等下先，等下先。我们 just feel my warm， 我要对你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站起来，向前走一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试看咯。哎，说我，然后就跳去中间。不用紧啊，其他蒙去不用紧啊，只要你就走去，走来我还没有前面。直接我就跳去中间跳的那个头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那个转场要音乐，我们的这边是。不然来两个版本，一个没有钱的，坐这罢了，唱完，然后才来下一个才来走。牵你的手我会很温柔，拥抱你时我会很包容，吻你的唇，这里我忘词，我要对你说，吻你的唇，吻你的唇，没有唱歌。亲吻，牵你的手我会很温柔，拥抱你时我会很包容，吻你的唇， Just feel my warmth， 我要对你说、哦突发状况。哎，我的还有一个 LED 没带。我们这个东西有电了，讲好，讲好。有电就照拍喽，只是按你们的眼，你们糊一点喽。我们的摄影师会讲比较黄一点。我们看起来是这样很黄的人没？来。现在呢，就只欠那个一些小剧情要拍啊，我们唱歌的部分呢，跳的部分已经唱完了啊，然后现在就要看 Gary 怎样去演了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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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么潇洒，给美丽 ，one，two，three，go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
OK， 你听见没？不用。OK， 来坐。小惨 ，sorry。Again。之后现在是要拍他走过来，然后拍他站着等人，头发飘飘，然后再拍另外一 side， 就是背后那个文青过来带他走。然后那个文青呢，带他走的时候，他也反过来跟那个镜头盯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唱歌部分算是已经拍完了，现在就等我们的男女主角出现。男主角不是我们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哦，意思是讲我们是歌手啦。我们是歌手。还不算歌手，还不算歌手啊？我们只是网络歌手。你吧。啊，你们要写歌啊，找他。他写的，他这个歌，你看他歌词下面啊，你看他的字下面啊，一定有他名字的，他写的，是我写的，他写的，可是不要找我。掌声欢迎，我们2020年度最佳男女主角 ，Ladies and Gentlemen。掌声有请！不要！我来讲片。然后你们现在剧情要讲解，剧情是拍他的。我们的部分已经完了。所以现在就是，婷婷她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来等你，然后你就走来牵她走，烧头发上来。不用现在走。你这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向前看。很正常的走啊，很正常的走到这里哦，低一点头烧头发，然后来到这里。喂，拍到我，喂，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要打个折我。好，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Go。Slow。好吧。不是啊，再来一点，It's a rain， 来有什么感言来讲一下来，男主角女主角，感言啊，来他就叫做热到半死哦，这个耳塞。如果他穿得不好看哦，我不给他拍了，知道吗？你看是啊，背后。哦，你看这就是为演艺演艺而牺牲。导演给钱。要拍一下我们幕后的摄影师。我们幕后摄影师呢，还是不能上镜啊。他叫 YK 啊，他叫 YK。他的联络方式。认识他的人哦，自己私底下知道就好啊。OK。然后还有记得。如果喜欢我们这首歌的话，就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最好不要忘记的就是 subscribe。然后如果你们要支持一下我们的话哦， subscribe 我之余呢，还要去 subscribe 我们的 Gary， 还有我们的文庆、婷婷 ，OK， 他们也有他们的 channel，OK、okay。那么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，OK， 拜拜。我就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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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，我的 honey。 我就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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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我天上的星星。我就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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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我的水，我的阳光，我的空气。我就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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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